那我打个电话哈，呼一下9703，我姓黄，留言不接了，车上来。 快进去看看，快！刘队，刘队，我这边没发现何鸿章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阿罗，你去一趟火车站，找一个叫复兴旅馆。 这在哪吧？不知道。就刚才咱们吃面，旁边有个巷子，你进去就能看见。啊，去旅馆啊，帮我开2间房间，不要一层就行。然后再去找票贩子，买3张明天去海宁的软卧。啊，明白。都记住了吧？嗯。你重复一遍。先去复兴旅馆，开2个房间，不在一层。 再去买3张明天去海宁的软卧。可以，哼，到旅馆房间等我啊！好嘞，哥。打我窗户的时候不要用旅馆的电话，你去外面找个公用电话啊。公用电话。嗯，辛苦啊。